深夜，在昨天已经跟我们说拜拜了，87岁。记得深夜陶大伟他的节目，在以前我经营补习班的时候，我带很多的小朋友去参加他们的儿童节目，都是游览车从士林天母这样再去节目里面，就是看现场的节目，很精彩。那现在他已经往生了，他已经说拜拜了，但是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也是一样，就是在 YouTube 里面去怀念他，想到他就按一样，深夜陶大伟，他的歌就出现了。那昨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丁守中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北市市长。那柯P呢，如果到目前为止，如果民进党没有推出的话，就是他们两个对战的。那还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年轻人的票，现在都在 玩手机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年轻人大家都不看电视也不看什么，就是这一站其实就是靠年轻人啊。那我们台北县就是说现在的新北市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接班人，就是那个永联市还有那个地保也是这个林益林他那个宏泰那个国泰建设他们做的，他是宏泰人寿的，他整个集团的接班人是林鸿南，所以他算是也是新的一代，他横跨了那个台北跟新北市跟台北那我祝大家那个母亲节快乐那还有一个就是我预测是柯侯书丁柯侯书丁大家记得我今天的预言是柯侯书丁，今天是5月3号。各位网友，我们要学孙叶说的每一句话，把每一天当最后的一天，天天创造历史，由你自己创造历史。